在开始敬拜之前呢，好想我不知道大家即是带着一个什么心情，或者呢这个礼拜你所很多的经历回到神的殿里面，神的家里面，好想呢用诗篇的105篇，好吗？我们按住圣经的教导，藉住圣灵那种的触摸，我们呢 turn 一 turn 我们的灵，好吗？ turn 一 turn 我们的心，好吗？我们敬拜的乐器都要 turn 啱啦，是不是？何况我们的心呢？咁呢度有四节嘅经文，第一节嘅佢话你们系边个啊？系啊，我见到二姐姐，我们咯，其实或者系咪啊？即系圣经所讲嘅你们就系我们，不如我哋一齐去即系读呢四节嘅经文啦，让呢啲经文咧系成为我哋今日嗰种嘅重心，好嘛？今天我们灵里面那种的焦点，好吧，一二三，我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，要向他唱诗歌颂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，要以他的圣名夸耀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，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阿门。我不知道大家会好想，即系我都知道，大家好想去高举主，系咪？我哋称颂主，我哋用诗歌嚟去称颂佢。我哋常常咧都会话称颂嘅作为啦，亦都咧时常咧都会高举主耶稣，系咪？但是当我预备这些诗歌的时候，特别在这几天里面，神很大的告诉我听，是怎样高举他呢？其实神，即 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是很傻猪的知道什么叫傻猪啊，即不是特意的，但是很想做，但好像又不是很正确，就是神本身就是这么高了，即是说我们高举他，怎样高举他呢？本身就是这么高，我们凭什么去能够高举他呢？可能在世界上呢有些人，是不是有些事你很想抬举他，高举他，是不是你会赞他，好像我们敬拜一样，我们赞美神，我们赞他，但是神告诉他，其实这个是对的，不过不是很够啊。原来当我们即是神在本身就这么高了，我们根本都没有可以做任何事将它再抬高一点，是不是？那神怎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加被高举呢？唯有我们去降卑，唯有我们谦卑下来，这样的时候神自然被高举，是不是？好想今天的敬拜我们真的去放低自己，真的去让神的名，让神的作为，好像首先的诗篇一样，我们去赞美祂，我们去高举祂，因为祂是配得尊贵，祂的作为奇妙可畏。不如我们找两三个人，你跟祂说，你说耶稣的名是配得尊贵，祂的作为是奇妙可畏。阿们。你自食都照一切，
延续我这生，永远感激主你付出，全力赞颂你此生献奉一生。配得到位的主，是啊，没有东西在世上是能够跟你相比的，你的作为奇妙。阿弥陀佛，哈利路亚。颂赞主的名，人地配得，颂赞主的名，人地尊贵，颂赞主的名，人地奇妙，颂赞主的名，人地可畏。耶稣耶稣，你至圣高至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全能称颂与颂赞，哈利路亚，归于直到我的主，延续我这生，永要感激主你付出，全力赞颂你此生，哈利路亚。我见到后面有啲人咁，哈利路亚，全能尊贵与颂赞，哈利路亚，我哋俾啲力啊！归于拯救我的主，你尽我这生，永要感激主你付出，全力赞颂你此生献奉一切。好，你再嚟，哈利路亚。出尽我哋嘅力啊！哈利路亚，全能尊贵与颂赞，哈利路亚，归于拯救我的主，延续我这生，永要感激主你付出，全力赞颂你此生献奉一切。赞颂你此生献奉一切，有咩？哈利路亚！全力赞颂你此生献奉一切。系啊，主，唯有你咧，你系配得我哋咧一生一世咧去赞美你。系啊，配得我哋咧一生一世咧去颂扬你，去服侍你，主。系啊，唯有你。唯有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最重要的，主，哈利路亚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永要感激主你付出，全力赞颂你此生献奉一切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权能尊贵与颂赞，哈利路亚。我的主，献尽我这生，永要感激主你付出，全
的赞颂你此生奉的产权力，全力赞颂你此生奉一切，全力赞颂你此生。主，我们在这里，主，你的儿女，你的子民，是我们在这里来去高举你。主，帮助我们，不单止我们用我们的歌声，是主，求你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高举你。我们献上，我们献上这个赞美，献上我们的生命。在你的宝座前，天使最喜赞美，荣耀永远属于你。万国万户万邦，权责皆拜以上，我们前来向主歌唱，在你的宝座前，天使最喜赞美，荣耀永远属于你。洁白衣裳，我们前来向主歌唱，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，归于至高全能大君王，我们的声音诉说你的荣耀，你的慈爱直到永远。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，渴慕能够更多亲近你。蒙恩的儿女，赞颂你的美好，欢迎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。主啊，你的圣灵在你的当中，令到我们可以献上这个名为敬拜的祭。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唱得好，或者我们歌挺好听，或者我们这段设备有什么东西而是敬拜你，以为单单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位置。Amen. 我们的单单的献上，我们的声音，我们的一切交给我们的主，赞美你我们一切。在你的宝座前，天使最喜赞美，
洁白衣裳，我们前来向主歌唱，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，为你至高全能的君王，我们的声音是说你的荣耀，你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们献上生命的清白，可不能够更多心敬你，蒙恩的儿女歌颂你的荣耀，欢迎你的国度降临，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，归于至高全能的君王，我们的声音诉说你的荣耀，你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，歌舞能够更多亲近你，蒙恩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，欢迎你的国度降临，征服地，我都想你，阿门。
Alleluia, 荣耀都归于你。Alleluia, Alleluia, Alleluia。你啦，荣耀都归于你。
地带来全新生命，耶稣唯有你。虽然星空降临，但我安然进入甜美梦境，耶稣唯有你。谁供应我丰富生命？谁看顾了我所需？谁会与我同行，伴我成长度过一切经历？耶稣唯有你，耶稣唯有你。我高举双手，大声歌唱，一生怜悯，一生称颂，一切所有。生命完全献上，唯有你配得，耶稣唯有你。哎呀，主，冇咗你，我哋喺世上唔知点样过。谁看见我伤痛，再让我无助时扶持着我？耶稣唯有你。谁平息了风浪，在虚妄恐惧时与我同在？耶稣唯有你。谁担当了我的罪孽？谁呵护着我的心？谁将我的恐惧所有一点钉在十字架上？耶稣唯有你，耶稣唯有你。我高举双手，大声歌唱，一生深深把一切所有，将我的生命完全献上，唯有你配得。我高举双手，哎呀，让我们一起将我的生命再一次献上，扬声歌唱。
好似冇任何一句说话可以同你同等。主啊，你就俾我哋渴慕你嘅同在，时刻嘅珍惜你嘅同在。期望我讲嘢，你亦都冇需要做啲乜嘢，只系停留喺神嘅同在。主啊，我多谢你，因为亦喺你嘅里面，喺你嘅同在里面，真系胜过千言万语。神啊，因为你嘅同在系好真实，我相信当我哋敬拜你嘅时候，你已经喺我哋呢度每一个人嘅生命上面遇见你，让我哋去经历你嘅爱。经历你的美善，经历你的同在。多谢主，有了你真是好得无比。感谢耶稣，感谢你给我们的一切，多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敬拜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